أعوذ بالله من الشيطان الرجيم بسم الله الرحمن الرحيم 兴奋天经者和以物配主者 他们中不信道的人没有离开自己原有的信仰，直到明证来临他们。 那个明证是真如所派遣的一个使者，他诵读纯洁的乐册，其中有许多正确的经文。信奉天经者没有分离，直到明证来临他们。他们只奉命崇拜真如，虔诚敬意，恪守正教，谨守拜功，玩纳天课，这是正教。 信奉天经者和以物配主者，他们中不信道的人必入火狱而永居其中，这等人是最恶的人。信道而行善的人是最善的人。